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。慢慢唱，轻轻唱。那夜的雨，那夜的雨。那个那字不能唱重，有的人一唱歌就唱得很重。因为我上面说了，你自己唱歌这首歌主要的原因是装饰音、气息、声音的推动，还有弱拍起音。弱拍上，因为前面这个音是休止符，您咪瑞咪啦，咪瑞咪啦，所以那夜的雨。它是轻的，该轻轻去唱，就不要去太重了。有的人唱歌，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你这样唱歌是把别人都吓跑了。你看我自己唱的时候，跟着我来，所有的朋友跟着我来，你看，那夜的雨轻轻的也没能留住你，就是要小声唱歌，弱声唱。山谷的风，这首歌的一个每一句，每一句它都是在弱拍上起音。所有的朋友记住，每一句的起音都不能强，要弱唱。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，山谷的风，它陪着我哭泣。你看，山谷的风，它是弱的，它陪着我哭泣。这个地方我就把它推强，有弱有强，对不对？山谷的风，它陪着我哭泣。唱歌要有推动，很多人说没有情感，就是因为你不懂得唱歌的强弱。唱歌一定要有强弱，它才有情感。唱歌要有生命力，你看那个生命力的心电图，它就是一上一下，一上一下才有的，对不对？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，换气，这个地方也要推，要强唱。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，它是一个后半拍起。你的驼铃声仿佛还在我，换气。耳边响起，这个地方叫弱。耳边响起，对，然后再弱下来。告诉我，轻轻的，告诉我，你曾来过这里。